原以为生活会一直甜蜜下去，可不久后传来消息，打破了所有的平静。男人用毛巾擦拭着女人的脚趾，伸出手轻轻搔刮她的脚底心，女人害羞地将脚缩入浴桶，激烈的动作让水花四溅。自从来到中国，刚川的全部心思放在金花身上，天性爱玩闹的金花乘船来看她，却不小心跌入河中，心神相连的感应让刚川头痛症发作，狠狠地将金花斥责一顿，却又心疼地为她拧干帽子上的水。没等帽子晒干，金花就跑到烧得旺旺的炉边，依靠在港川的怀里，享受着丈夫带给她的温暖。可在下一刻，老秦急急地跑进屋里，告诉港川日本的妻子已经为他诞下一子，需要他尽快回国。金花不敢置信地站起身来，才明白自己竟然非港川的一心上人，他的信仰在此刻被狠狠冲击，撕心裂肺的吼叫。金花崩溃地离开，伤心的。可纵然有千怨万恨，港川回国的事已经成定局。金花对刚川的爱意终究压过了自己的不甘与怨气，沉默地成为送行队伍里的一员。面对老秦用来缓和气氛的橙子，金花意兴阑珊，直梗着脖子望向窗外。窗外有一个小乞丐正在向路人乞讨，屡屡失败后在原地挤眉弄眼，这一下成功把金花逗笑了。郁郁寡欢的金花，她一把抢过老秦怀里的那包橙子，隔着一扇铁门将橙子一个个的抛出门外。对于这些可怜的小乞丐而言，这一刻的金花就如救世主般的存在。不久之后天灾降临，金花就成了这群小乞丐的大姐姐，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不施，还要被身后的小伙子辱骂，靠救济粮度日始终不理想。为了活下去，金花只能选择回到藕红院，这一回依旧是大红暖帐，却不再是她一心爱着的港川。走进门来折磨她的客人，手背上长满了可怕的水泡，苦命在某一刻就这样全部涌向了金花。她第一次出卖自己换来的，竟然是最可怕的春毒。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，港川正在和妻儿拍全家福，他为妻子戴上耳环，别无二致的耳环轻轻摇晃，在港川眼里又该是谁的饰品？回到故乡的港川，如同被抽干养分的树枝，干渴的写不出任何东西。生活中唯一让他想起爱的是金花时常寄来的信件，金花认识的字还是很少，只能拜托巷口的书生为他代笔。他喜欢在树叶上练习，把写好字的树叶寄给港川，但实际上的金花已经患病多时，他不知道从何听到的话，春毒是一种会转移的毒，只要与他人发生关系，春毒就会离开自己，转移到他人身上。为了这一说法，金花深感自卑，生怕自己把病穿出去，但如果病情持续恶化，藕香楼也无法留金花。为了金花能够继续工作，好友小光花光积蓄买来金花的遗液，祈求金花把病传给自己。女人为了把自己的毒治好，将新鲜的人血沾满馒头，大口大口吃着浸润鲜血的馒头，仿佛这样能治好她的怪病。这是金花新一次的治病尝试。为了治好自己的春毒，她独自上山采药，险些遭遇滑坡的危险。广场杀人刚流下的鲜血，金花揣着两个馒头，将人血作为重要药引，沾满鲜血的馒头全是铁锈腥味，金花大口大口咀嚼吞咽，只盼望自己的病早日好。可饶是做了如此多的努力，背上的红疹也没有消退。小光听着厨房的闲聊，害怕老鸨把金花赶出去，自行买下金花的一夜，想要将金花的毒传到自己身上。善良的金花奋力挣扎，这一幕刚好落入前来探望的老秦眼中。金花的毒越来越严重，却还坚持在树叶上写字，一心盼望港川回来能看到他出色的字迹。虚弱的手握不住笔，需要老秦握住笔杆才能草草写下几个字。老秦不忍看他沦落至此，将人抱回了床上。金花无力挣扎，嘴里呼喊着港川，从枕头下面扒拉出大把已经写好字的树叶。老秦呼喊着表姐找来大夫，大夫二字好似触金花的底线。大夫表明金花不仅患有春毒，甚至染上了严重的风寒，如今状态已经是疯疯癫癫，反复游走在真实与清醒中，盼望港川回来，将港川当作唯一能拯救他都基督，却又害怕港川回来看到自己如今落魄的样子。在金花眼中，基督是唯一拯救他的存在，他要求众人安静，盼望着有人从门口进来，但却没有人。金花的信仰如此纯粹，却有人利用这一点，一个金发的外国人在疯疯癫癫的金花面前借言说自己是基督的化身，专门来为金花带走春毒。金花深信不疑被他诱骗，一番风月之事后，皮肤果然变得光滑无比，他有了继续等待港川的勇气，盼望港川早日回来。金花又来到巷口给港川写信，一辆载着男人的马车进了城，正是金花心心念念的港川。金花难以置信地冲向前，愣愣地望着眼前熟悉的面孔，两人抱在一起，眼泪和笑意交杂在一起，这是多少个梦里才会短暂出现的人。这一切对金花而言不异于是最痴望的梦境，代笔的信已经毫无意义，最要想的人已经回到身边。金花将还没有写完的信收回，揽着港川的手回家。他将床铺整理好，掏出洁白无瑕的白毛巾为刚川洗脚擦拭，像一只迷路很久终于找到归处的小兽，靠在刚川膝盖轻蹭。
这岁月静好并没持续多久，电灯泡老秦就来了。金花兴奋地表示要去做食物，留下两人闲谈。从老秦口中，港川才明白这些日子金花吃了多少苦头，他的内心满是惭愧。如果当时可以留下来，金花就不会沦落至此。可是经历了这些如同噩梦般际遇的金花，脸上没有丝毫的忧愁，依旧露出明朗的笑容来对待风尘仆仆的港川，跟他们讲起基督救自己的事情。众人知道这不过是梦，但欺骗金花的外国人却是真实存在的，港川无法坦然接受这一切。带上老秦一起将欺负过金花的外国人结结实实揍了一顿，而此时的金花还以为自己在梦里，以为刚川回来只是一场梦，可被表姐提醒后，她才明白那个她盼望着的人真的让她盼望回了家。此时的金花脸上却满是悲伤和痛苦，她为自己编织的梦境在这一刻的真实面前完全破碎。她重新看向镜子，原来身上的红疹从未消失，她还是那个得了春毒的金花。她崩溃绝望，她的世界只有远去的汽笛，荷包蛋的汁液流到身上却只有港川一人为之心疼。港川怜惜地捧起金花的脸，外用手帕将她脸上的蛋黄擦拭干净，鲜艳的口红涂得满嘴都是，夸张的样子却没人笑得出来。港川做出带她回日本的承诺，金花却完全接受不了他的话。金花推拒的态度十分强烈，她的嘶吼与挣扎却只会让港川越发悲伤。金花不愿配合她的安排，二人在极度的拉扯中不小心扯开了金花的衣服，原本光滑的背部如今满是红疹。港川没有半点嫌弃，反而温柔地抱住金花。金花连日崩溃让港川也深感绝望，他开始后悔从前的一切，从最早的离开到如今的回归，每一次都给金花带来了数不尽的痛苦，他的头痛症越来越厉害。金花在门外听着二人的对话，老秦轻飘飘的一句话捅破所有风花雪月的假象。金花流着泪水知晓一切无从悔改，他将这些年的树叶一把火烧完了。二人在火光中依偎在一起，仿佛再也不用分离。港川要回国的衣服全部被金花叠好，他一边展开长袍一边笑，远行的车已经到达。金花若无其事地说再见，却意识到这个人不会再属于自己，他崩溃奔跑起来，想要再握一次港川的手，他怨力十足。港川为他回了头，二人走在废弃的铁路上，仿佛这就是天尽头。金花跑着跑着摔倒在铁路上，港川将他抱起，却感受不到任何气息。